好，翻到嚟第二节嘅百鬼夜，继续多谢霍金，系多谢霍金啦，多谢上一节嘅阿米啦。其实阿米啱啱讲嗰啲嘢咧，好我感觉即系我个人觉得啦，好准确嘅。其实关于塔罗牌嗰方面，即系点讲咧？似系有样佢嗰张牌去回应咗佢嘅问题，直接回应嘅，其实都几明显。即系点讲咧？用有时塔罗嘅嘢咧，唔系靠嗰个字啊，靠嗰张牌喺边度来源出处去解翻转头，或者佢上下咩正牌反牌，我又觉得唔系咁样解嘅。有时系真系睇嗰幅图俾咩事，即系指示你嘅。有时系咁样解嘅，我觉得，所以真系我都唔系好识。咁同时间啦，亦都系咁讲啦。欢迎各位观众打电话上嚟啊，2620-9634。打电话上嚟。但系我今集会讲一啲咧，因为好简单，我今而家将会讲嘅系一个叫陈燕林小妹妹嘅，真系可以叫小妹妹嘅事件，未成年啊，大佬。件事咧中间好多缺，又系同样啦，好多缺失嘅，因为好多信息冇啊，系啊，冇啊，直头系冇信息啊。我来源简单讲都系得连登个 post 啦，同埋我有听呢一其实系由琴晚开始到今日一啲其他网台讲过嘅嘢，系我少少有啲综合啦，唔准嗱我你当我戴头盔啦，所有嘅嘢都唔准确嘅。純粹大家当古仔听，同我过往一样，所有嘅鬼故一样。唔知道真相嘅系啦，你唔好叫我 fact check 啦，鬼故冇得 fact check 噶吓，即系咯。鬼故其实吓、你当我好夹硬嚟啦，你当我吓。嗱，话说咁样嘅，成件事就系、是。即系呢个系综合翻晒出嚟啦，都系咁讲。话说咧，上个月9月19日嘅下午2点几嘅时候咧，陈燕林咧就同佢嘅朋友咧喺美孚地铁站2点几啊，就分开咗噶啦，喺嗰个时间，即系应该系翻屋企啦。OK， 吓佢仲系分开咗嘅时候，喺10分钟之内咧，仲有WhatsApp 之类嗰啲咧，留口信话我翻紧屋企嘅。哦，即系呢个反而系有朋友收到信息嘅。系啦，系啦，呢、okay. 个就系嗰个开始啦。嗯，咁从此之后咧，就冇再见过佢最后一面啦。即系呢个系最后一面，最后一个信息。系啦，即系呢个朋友亦都系见过呢个人嘅最后一面啦。OK，OK， 9月19日，嗱系啦，9月19日，咁而事实上咧，去到琴晚，去到琴晚，苹果日报嘅独家新闻，独家噶，系 ，OK， 佢先至第一次确认上月22日发现嘅一具浮尸系陈燕林。即是他独家的，是啦，即是他独家的，就是昨天确认，即是他确认的，他是问了警方的，哦，即是反过来是警方自己确认的，是啦， OK， 是啦，即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执法机构去确认的，是，没错，没错，是啦，这些就是已知信息啊，是啊，已知信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我自己不过讲回整件事的时序，而家发生乜嘢事先？嗱、okay, okay, ，即系首先第一次失踪咗嘅时候，就系9月19日吓，冇人知嘅发生咩事。嗯然之后22日有浮尸，呢个都系啊，都系琴日先知嘅咋？唔系22日有浮尸，嗰个系有报告噶，系但唔知边个系啦，有个浮尸，由佢。应该咁讲，点样确认陈燕林呢个小妹妹嘅死讯咧？就琴日，就系由19日失踪之后到琴日10月10日吓，确认咗佢死，就系、是、中间隔咗咁多日嘅，吓、而中间咁多日之中发生啲咩事咧？嗱，就系头先所讲啦，22日喺呢个油塘嘅魔鬼山对出嘅海面发现
一句赤裸的浮屍。嗯嗯嗯。啊、當時他、警方的公佈呢就是、沒有遺書啦、是一句估計25至30多歲的、女屍啦、身高150米左右啦，50cm 左右啦，嗯，吓、啊，即系好粗略嘅消息嚟嘅啫。O K， 乜都未知嘅，但系佢话死因冇可疑喎。系啦，只系当时讲嘅系尸体发现案。O K， 系啦。O K， 但系嗰段已经系话紧好多好多被自杀嘅消息案件啊出现嘅时期嚟噶咯。呢、啊這个稍后讲。因為而家我講翻，唔係我話個時期啊，係啊係啊係啊，都好頻密嘅時期嚟嘅，好頻密嘅。然之後咧，去到過咗應該係24號咧，去到24號嘅時候咧，哦，即係9月24。係啦，9月24號啊，陳燕林嘅失蹤尋人嘅信息喺連登度出現，同埋喺呢個 Telegram。Okay. 即是尸体发现之后两日才有他的寻人消息，但他所谓的最后行踪就19号的嘛，是啊是啊、嗯、即如果撇除了那个发现浮尸，其实由19号之后去到24号才报失踪的、哦、24号才报失踪的，其实那里相距了5日。嗯、啊发放了信息之后呢，过了1个星期，即是大概是10月初的时候、嗯、就、有确认、初步有确认一个姓陈的、即这个是警方、啊、姓陈的、女子的、身份的尸体发现了，但是呢、当时男的都是未确认是陈燕能，只是知道姓陈的，姓陈的、okay. 然后呢就说、但系详细内容就系要交俾验尸官化验啦，有咩毒理化验啊之类之类嗰啲嘢嘅，嗰、那个交代就系咁，即系基本上乜都冇交代过，得一个姓，系啦，然之后就去到啱啱呢个礼拜三，其实就俾苹果日报问咗，嗯，咁。苹果日报昨晚就公布了，昨晚才公布了，而今日呢迅速就火化了一条尸体。真是即是讲到来这里，其实、大家如果就这样听呢，都莫名其妙件事究竟发生什么事，即是由他失踪啦、寻人啦，寻人，然之后开始找到嗰、那个资料啦，然之后确认原来在之前22号嗰句发现的赤裸浮尸就系就系佢啦，但系就冇公布任何即系嗰啲叫咩啊解剖嘅资料都冇噶啦，冇啊，佢话冇表面伤痕。冇遭受，有讲过嘅，其实佢就话警方有讲过冇表面伤痕，冇遭受性侵犯。嗯，就咁答咗你啦。系啦，就然之后咧，就系、是叫做死因冇可疑啦，都系、最后都系呢句啦。系啊，然之后但系咧就火化咗啦。系啦，今日就火化咗啦。哇，真系，咦，好令人怀疑喎、啊。是啊，即是这件事好破索迷离呢，就这样已经听了，是不是超破索迷离。他因为说他9月19号失踪的。是。那中间隔了这么多日才。如果那个现在调回转来想，你9月19号失踪，然后22号发现浮尸，喂，中间3日真的什么都可以的。是啊。但是 你完全说不可以。咁你又冇公布系点解佢会咁样？系啊，唔系嗱，你要谂嗰条尸体发现咧，系一个赤裸嘅浮尸嘅。咪咯，点会冇可疑啊？好捻古怪。好可疑啦、啊，其实赤裸嘅浮尸已经系、啊。而事后再查翻，嗱，而家知道，因为知道个身份啊嘛，就更加可疑啦。陈燕林系咩人嚟咧？佢一个游泳嘅健将。佢系岁数15岁添，系啦，佢系会参加高台跳水嘅。嗯，咁我作为一个识得游水嘅人，好简单嚟讲啦，
要揀浸死自己咧，即係去跳海自殺咧，如果自己識游水係好難嘅，嚇、啊，即係你要即係攞嚟辛苦嘅。如果係咁樣跳出去，因為你能夠游翻嚟嘅機會大過你去死，係喎、哦，你自然反應噶啦嘛，係啊。而就算當嗱依、這個係當純粹推測，推測又大翻。如果係自殺嘅話，我做乜要除曬衫褲啊？係咯，就咁跳落去咪得咯。同埋自己死冇諗住赤裸死噶嘛。係啊，我未見過暫時好似就算過往講過好多嘅牽涉啲自殺啊、燒炭都好啦，都唔會自己將條屍即係將自己。全身赤裸去燒炭咯，冇啊！定著吊頸又唔會啦，著曬衫，跳樓又唔會赤裸去跳啦，係啦。總言之，赤裸已經係非常之有可疑，係啦，合理懷疑啦，係咯。咁係咯，即係嗱，你話痕跡身體嘅痕跡，我可以咁又可以幫你兜一兜嘅。浸咗几日，可能发胀乜嘢嗰啲伤痕都可能掩盖咗，系咪先？即系、哦、即系我可以咁样帮你兜，但系其实应该冇可能嘅。照道理，就算你嗰个皮啊嗰啲胀咗都好啦，应该瘀痕嗰啲咧系散唔到噶嘛。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尸体已经烧咗啦，即系拗都冇得好拗噶啦。而同時間，其實今日咧有一個 post 咧，就係話係《蘋果日報》有訪問過啲朋友噶嘛？我冇睇啊呢個嚇，《蘋果日報》咧喺佢嗰個琴日嗰公佈咧有訪問過佢有啲朋友嘅所以先至知道嗰個來龍去脈，見到佢失蹤啊同埋去發放尋人信息嗰啲嘅嘢噶嘛。喺今日咧，其實係有一個自稱佢朋友啦。咁我唔知道，因為可能個 post 都可能有少少有保障翻嗰個出 po 者啦。可能㗎，而家要保障㗎，所以就冇名嘅。係但係就話想揾連登嘅朋友代佢出 po， 佢就認識咗呢個死者咧三四年㗎啦。其實係一齊即係一齊游水嘅，一齊翻學嘅。喂、咁樣收集到。好细嘅啫，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咧佢就话成件事咧，佢十九号分开嗰个就系佢嚟嘅，哦，直头系佢自己同佢分开拜拜咁，系啦系啦系啦，咁佢之后就就冇见过佢啦，系啊就冇见过佢啦，而喺个过程之中咧，到尸体发现。点讲咧？其实系廿四号发，咪第一次讲话姓陈嘅。廿四号定十月初啊？廿四号，廿四号系发布失踪信息啫喎。头先啊，系应该系嗰段时间确认到嗰、那个消息之前咧，嗰段时间咧，其实应该呢啲系嗰个发布消息就十月初，但系其实原来。佢呢、這個今日嗰個朋友講嗰個咧，就係、是、話其實家人已經知道噶啦，喺嗰段日子嚇、啊，反而家人即係屍體發現咗，其實好早可能已經聯絡到佢家人噶啦。哦，但係佢家人就唔講。OK， 嚇佢哋發就係、是、見到佢發布而佢係有個可疑嘅時候咧，就係、是、見到啲尋人嘅消息竟然喺Telegram 同埋連登發布。咁佢已經覺得好奇怪，屋企人又唔想講佢浮屍嘅發現嗰樣嘢喎，但係就繼續有尋人信息。係咯，然之後佢就喺佢自己聲稱就話佢廿六號，好似係廿六號啊，佢就自己喺 Facebook 定咩度咧，就出咗個唔知係 IG 定係咩，佢就出咗個 story， 就講有關呢件事，佢覺得好奇怪。係、okay, ，而同時間陈燕林嘅屋企人叫佢唔可以提呢件事，叫佢删咗佢。嗯，呢度已经好奇怪噶啦。嗱，其实嗱呢个系佢嘅朋友讲嘅一个部分嘅嘢啦。而家又系好零散嘅啫。系啦。咁但系你都会见到屋企人都好可疑。其实而家变咗。咦？但系因为你咁样去。发布即系头先呢一段啦，系就会令我去联想嗱，联、啊、想咋，真系联想噶咋，联想到好似大陆嗰啲，嗯，嗱、啊，我而家杀咗呢个人，
你哋家人好收声，唔系就连你都散埋，嗯，似系呢种感觉。嗱，我联想嘅，唔奇啊，联想，唔排除有咁嘅可能啦。我真系纯粹联想吓，我亦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啦。而家乜嘢都有可能，我都系咁讲。以上一节我所讲嗰啲共产党做过啲乜嘢，乜嘢都有可能，系咪先？唔系，但系佢咁样即系。完全，如果佢真系知道，然之后就禁止你再去发寻人信息，即系我会联想到真系好似大陆咁咯。系啦，咁然之后咧喺呢个过程咧，嗱，再补翻佢其实有警方再有啲信息就系想辟谣嘅，其实佢都系吓，即系应该系琴晚自从出咗之后咧，就有啲新嘅消息咧，就话其实咧呢个陈姓嘅同学咧。嘅小妹妹咧，其實佢失蹤之後咧，其實喺佢將軍澳翻學嘅地方，嗰、那個應該係佢係翻 VTC 嘅。嗯，就其實揾到一早已經揾到佢嘅手機啦，佢嘅身份證啦，同埋佢嘅八達通唔係學生證。一早揾到？係啊，即係係啊，喺嗰度即係發屍體發現之後啊。就已經好快揾到呢啲資料啊，一路冇公布噶。吓、啊，亦都同时间有讲话喺将军澳学校嘅，即系佢学校嗰度，有 CCTV 影过佢赤脚行去沙滩度。我唔知间学校个位置系点样，有冇海边啦、啊。佢话系有嘅，咁如果真系有嘅话，我真系觉得你又系好似太子地铁站嗰个 CCTV 一样。你要公布出嚟，如果唔系你无法释除疑虑，你既然讲得出，你唔可以斋讲噶，因为点解咧？出片啦，出片啦，叫佢系啊，而呢、這个事件大部分都所知嘅牵涉到警方嘅资料都好啦，大致上都系咁噶啦，但系咁样，但系我哋都系讲鬼故噶嘛，系、啊。咁我哋鬼节目嚟噶嘛？系咯，嗱，冇人冇佢，冇佢呢个就喺连登上月21号，九月21号有一个咦21系，即系尸体发现之前一日，浮尸发现之前一日，尸体系啦，大概好似啲人话都系八月几，八点几啊，八点几系夜晚嘅八点几，咁咧佢就话啱啱发咗个梦。即是那个即是出 post 那个人出 post 那个人那个出 post 那个人其实都有名的艾尔菲斯艾力克叫做网名啦、啊、那他就说刚刚发了一个梦我讲一讲他的梦境是见到什么呢他就说本来呢他就跟朋友在那里烧东西吃这样的嗯然后呢烧烧东西吃突然间有个女仔进来的画面里嗯，个梦境唔出奇啊，好大嘅嘢都得嘅，系啊，好突然噶嘛，咁，然之后佢就突然间话，请求佢帮佢手，我求助，系啦，向佢求助，佢就话俾狗杀咗，哇，联想好多嘢个狗，系啊，咁好明显啦，唔使好多嘢啦，吓俾狗杀咗，而佢有讲话佢自己，嗱听嘅咋，佢嗰阵时当时喺梦境嘅听到嘅声音啊，讲紧姓陈或者姓陈嘅，然之后唔知道中间个咩字，然之后尾咧系一个林字或者一个男字，嗰、那个声差唔多嘅。嗯，而家听讲到嚟都已经好捻恐怖。系吓、哦，咁然之后咧，佢话见到佢嗰阵时咧，佢戴住个黑色眼镜嘅黑色嘅眼镜，即系黑框眼镜，啊、然之后着住件黑色眼套外套。里面是穿白色的好像校服来的他说里面那件。是啦。嗯、那他就有自称自己曾经很肥现在变瘦了。你梦境梦境很古怪的嘛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东西阿振先再说翻声给大家听其他的东西。那他就、即有提到这些点。跟着呢、他就跟了个女仔。去一个地方咧，好咧，好似啲车站咁样嘅地方，系吓，但系咧就地下就铺满咗啲碎石啦，咁然之后咧，侧边有好多好似天桥嗰啲柱等咁样撑住，唔知撑上去嘅，吓咁样撑咗上去嘅，而佢就话个车站下面有好多尸体，
车站话俾老师听。系啦，咁而呢个梦都几恐怖啊。系，而其中有一个印象就系有一个黑衫嘅男仔系死咗嘅，而有一个佢发现到一个白衫嘅男仔未死，就匿咗喺个石柱嗰度，而系个石柱顶上面匿咗喺度。嗯，咁而佢又发觉嗰个地方有军人驻守，佢觉得系即系似有制服有武装嘅嚟啦吓，咁喺度驻守嘅。系，然之后因为佢同个女仔行近咗嗰个位置啦，就被发现咗嘅时候咧，就系有手榴弹掟过嚟啦，有开枪射佢哋啦。咁佢喺呢个时间又系好飘忽噶，咁咁梦境啊嘛。系啦，咁佢突然间就因为见好危急啊，佢话就问个女仔你系白衫人定新屋靓噶？啊，梦境度问一下佢问个女仔，然之后个女仔讲咗一句佢哋发现咗我啦，然之后就消失咗。而呢、这个出铺呢个人就醒咗，炸醒咗，然之后佢当时唔知系。他其实当时根本上都不知道是报梦还是发恶梦，是的，这样打出来。他在个铺那里就问有没有人懂得什么陈什么林或者程什么林的人的呢，这样他个梦的特征刚才就是所说的那些有戴眼镜啊，本身很肥又瘦了啊，穿黑色衫啊，黑色外套啊，里面白色啊，这样。哦，系咯，而家有咁多咁多信息，谂到似系报梦啦，当然系咯。但系当时嗰日21号出系纯粹知有个人发梦嘅啫。大家要记得咧，上个月我唔因为真系冇时间查翻啦。但系我记得上个月咧，荃湾有发现浮尸嘅时候系有预告 post 噶嘛。哦，有啲印象，系啊，之前有一日就话咩警察有一堆，系啊系啊系啊，好似掟啲嘢落去，唔知系咪啦。跟住第二日就有浮尸。头先讲漏咗一样嘢，因为呢个几紧要啦。嗱，呢个 post 咧，其实喺琴晚咪嗱嗱声，啲人系好多人喺度追翻个 post 噶。哦，即系掘翻出嚟。个原 post 其实琴晚系发现，系继续可以睇到噶，系证实系9月21号出噶。嗯，而半夜三更。个铺俾人封咗，个 account 亦都系 ban 咗嘅，咁古怪？系啊，好啦，恐怖啊！听到嚟呢度，系、啊，但系呢度又稍安无躁，因为去到今朝咧，我有爬翻文咧，佢今朝咧嗰个即系嗰个楼主啦，即系呢个艾尔菲斯艾力克咧出翻嚟。用第二啲方法出翻嚟澄清，就话佢发咗啲 J 图而俾连登 ban 咗嘅啫，唔好做测试啊，冇系咯。咁所以咧就引起曾经引起个疑云嘅。咁因为山铺嗰时咧，个最大引起个疑云就人哋就联想头先我哋讲嗰个预告 post 啦，系啦，会唔会咧？会唔会系啲知情人士咧？即系有猜测过，嗱呢度有人猜测过当时，这个 post 喺9月21号，即刻有人猜测佢因为 ban 咗嘛，系咯 ，ban 咗 account 嘛，就会有一个疑云啦。就究竟呢个人系咪知情人士预告嘢，跟住第二日有浮尸嗰只咧？系啦，即系可能系警方啦，可能总言之系知情人士啦。但系而家知道系自己奶做傻事啫。但佢发咗梦噶嘛？但系如果咁样更加觉得呢个系报梦喎，系啊，佢就报梦喎。佢出翻嚟就否定咗之前嗰个预告 post 嗰个状况啦。但系调翻转就变咗一个报梦 post 啦。系啦，但系报梦 post 嗰下仲寒啲喎。系啊，寒过预知即系点讲咧？嗰啲一早知信息发布嗰啲，系啊，系恐怖啲，我觉得系，系啊，而令到件事系更加古怪。而喺今日个过程啦，有好多人想尝试追查嗰个地方啦。我冇追嗰个铺即系冇追佢哋追查嗰个地方啦。但系咧，大概即系头先讲嗰个咧，好似个车站啊嗰啲咧，啲、啊、有好多人去查一下咧。我大概看到咧，佢就話似係喺深圳河
附近的地方嚟嘅。哇！嚇、啊，即係我即係睇到佢出嚟，係啦，出到嚟啲 post 就係咁樣，啲人就開始推測，咦，會唔會係新屋嶺啊？哇！邊界啊，真係諗到呢度嘅啫喎。係啊。嗱而亦都有頭先有多啲新嘅消息啦，就係、是、警方好似喺今日嘅記者會咧，係呢、這個未係嘅，呢、這個係、另一個，因為一陣我要講少少關聯嘅事啫。咁咧，佢其實晏晝咧有喺記者會個廢噏會咧，廢噏記者會，其實有講過話。陳燕林冇佢嘅咁講啊，陳燕林係從來冇被捕噶。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睇翻啲 caption 嗰啲係有寫啊。《紐約時報》亦都有呢個新聞嘅。係，就係、是、話因為我真係唔會花時間睇佢嗰個景。係啊係啊，個方係咩方？方言個方我唔會睇、啊。我所以我都係等睇下《時報》有冇實有啲。辛苦編輯。咁就變咗。嗱，仲揾揾得翻個鋪，原鋪就應該冇噶啦。但係跟住係有一個人哋複製咗嘅 post 出嚟嘅，嗰、那個題咧其實叫做咩啊？那個題係我好似叫睇下先。稍等一等，不如你之後咩啦？唔係，佢個 post 而家繼續有開嘅，叫做我懷疑有死者報夢，括弧二。Okay, 現在是 okay. 原本那個鋪應該是沒有括弧二，那個就是原鋪來的，但那個原鋪就被人刪了。刪了啦。如果你大家想再爬下文啊那些這樣看，因為都很長的了。一日之內看過第一個了。是啦，慢慢炒即是看完節目可能有。但警方就是說沒有在他是未接受過拘捕嘛。是啊，而根據昨日的《蘋果日報》的報導，說這個陳燕林小妹妹其實由612開始已經多次出現在任何很多個的抗爭現 場、啊、而且相信她是未必是會穿 gear 那些、okay. 因為甚至乎有街坊裝落過去，所以她是會被人點到上的。哦，佢话未被捕过而已经系俾人点咗伤，所以咧，呢度又要搏鸠嗰啲捻样啦，话冇犯法，怕乜嘢蒙面啊嗰啲嘢，一唔蒙面咧，除咗随时会遇上公司，即系如果你有翻工嘅话，就会俾公司去算账啦。亦都如果你翻緊學嘅話，藍絲陣營就會去你學校追擊你啦。其實種種後果，就算冇犯法，都會係賴硬嘢嘅。蒙面法就係會令到其實呢一批人，禁蒙面法應該正確啲。嚇，係咯，禁蒙面法就係會令到呢一紮可能根本上唔係走喺前線啦，即係唔係係咯嗰紮。但冇嘅，佢而家點樣都係會話你出親嚟，就係、是、遇到就係、是、犯法啦。咁係啦，香港係咯，因為嗰度係佢會同你講嗰度係非法集會嚟噶嘛。佢好啦，卑鄙無恥，將所有嘅人要所有嘅人拉曬嘛。係啊，你咪試下咯。我就算唔當嗰啲和理非唔係200萬啊。你拉十万俾我睇下，当你一成啊，系咯，一成啊，20万一成都有。我又想睇下，其实我都几想睇好多画面噶，真系拉咗咁多人嘅话咧，正式判晒入监，喺监里面咧，呢班人一齐再嚟同你暴动嘅话，都到时惩教你有几多人咧？但我想讲惩教系好真差咯，唔系吓，而家俾嘢佢哋做啦，可能亦都好捻烦啦。咁我當你講嗰個嘢啊，你如果有成100,000人，你分幾多間差監獄啊？但如果佢咁做咧，就真係新疆啦。係咯，你咪會亂槍掃射啊？如果佢哋你咪將香港變新疆啊？嗱，其實成件事就講完噶啦。有一個 post 出埋啦，就係話係，因為都呢個又係警方早兩日出嘅。是啦，就出了一個 post 呢，就是說女浮屍是示威者這樣。嗱，這個 post 呢就是應該是10月8號，即是早三日。
嗯，我唔清楚日子啊，应该系十月八号噶啦。佢系十月八号啊，系啊。咁十月八号咧就要夜晚十一点。吓，因为朝头早咧应该有片咧，直头见到嘅个打捞船捞咗一条浮尸，系着晒黑衫黑裤嘅女尸体啦，尸体捞咗上嚟嘅，好恐怖啊！就咁睇个画面都。佢就即刻否认话系示威者，而同时间咧，佢话海怡嘅嗰度系咩啊？海怡系一个屋苑嚟啊嘛。系啊，佢话呢个屋苑有闭路电视影到系佢自己跳落去自杀嘅。又系嗰句，拎出嚟俾片啦。即系呢个咧，我点解要赖翻嚟讲咧？因为将军澳嗰间学校有讲啊，即系佢警方话学校有 CCTV 睇到陈燕林赤脚行去海边啦，海边啦。八三一太子地铁站影到嘅嘢，应该有片嘅。你哋全部有片嘅，你攞出嚟，你唔好喺度玩嘢。如果唔系冇可能系你讲就系。所以即系我去到呢个位置啊，系佢拎片咧，大家可信都系存疑嘅。点解呢？经过呢几个月，好难再信佢100% 咧。系咯，咪有阵时候有啲亦都系咁讲啦。有啲片已经睇到你都唔知道真定假。系啊，乱捻到狗彩。但系我都有啲片其实 fit 鸠过我噶。但系去翻呢个位置就系话。你讲到咁实牙实齿啊嘛，原片 100% 乜都冇喐，拎翻出嚟。系咯，咪即系你要澄清，你一定要俾片，唔系够 up 咯。系啊，吓你仲要唔该系 100% 冇喐过。系啊，系啊，俾我即系点讲咧？俾街外嘅鉴证去鉴证，我已经唔信你警方嘅鉴证噶，我已经去到呢个位置。喂，去到几个月后，你的威信、你的可信度、诚信全部破产，我怎样可以完全信你？冇可能。啊，那段片会不会你自编自导自演噶？你找李力持拍都得噶。系啊，嗱，我当你冇拍啊，你求其喐呢位，你觉得对你有威胁的已经得啦。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是你，我都不讲咁多，净系拎晒出嚟，完冇喐过嘅。有好多即系国师出咗好多铺话斋。呢啲烂戏系咁出嚟，系啦，其实琴晚就除咗呢啲，仲有啲无端端又话影到唔知边度有一大集域多利殓房，另一大集防暴又喺度嗰度出嚟啊，嗰啲咁嘢黐孖筋噶，你哋即系你喺度玩紧乜鸠嘢咧？系完全唔知佢玩咩噶，即系啲烂戏嚟嘅，即系唉只能够咁讲，嗱，最后都系戴翻个头盔，大家，我所得嘅资讯其实同大家都系一样啊，只不过摆翻喺节目度讲，我哋用用翻我哋嘅角度去讲啦，吓，牵涉灵异咧，牵涉奇案啦，都系我哋都系我哋嘅睇法啦，系咯系咯系咯，咁中间有好多信息一定是缺少了的了。是啊。可以这样说，你如果到有一天所有的资料知道的所有东西的而且确是假的，你就证明给我看咯，我没所谓的。是咯，因为这个新鲜热辣大家都记得这么多的了，我就讲回我所知能够知的东西的。那能够知的东西就是牵涉到这么奇怪的。尸体发现之前一天有人对会梦见到喎，而个名真系到后来系吻合噶喎。系啊，我觉得呢个报梦系心寒啲。系啊，呢个心寒啲。系咯，系咯，咁样时间亦都嚟到一点钟啦。系啊，咁好多谢阿米嘅封烟啦。今日嘅话题全部都系关于呢几个月发生嘅嘢啦，虽然我哋呢几个月都冇间断咁讲过吓，系啊，其实我好想刻意唔讲噶啦，系啊，但系有新嘅嘢又牵涉同我哋嘅节目差唔多嘅，咁我冇理由唔讲噶。其实呢几个月我哋有少少讲到咧，有少少抑郁啊，我直头可以咁。唔系我惭愧啊，
我慚愧係好似啲嘢手到拿來咁樣嚟講咧，正式好似大亨話齋講呢啲，梗係你好似乜功課都唔使做就可以做到個節目咁樣。但係唔係咁嘅狀況咯，我覺得係而係因為太即時性，太即時性啦，好多單都係嘅，同埋係。又咁講啦，我哋平時既然外國嘅新聞都係有陣時即係我哋揾靈異小新聞，外國一兩日內都冇乜詳細嘅嘢，我哋都攞嚟講嘅。而我哋身在其中，今時今日就喺香港，我哋睇住所有嘅事發生，而有人話報夢有人牽涉呢啲事件嘅時候，我哋唔講，我對唔住各位觀眾嘅，其實係啊，所以係有講到少少抑鬱嘅，真係太多。希望觀眾懂得怎樣抽離當看故事，是的，因為我們講鬼故一向都會牽涉人死的，一定是必然，是的，必然，就是牽涉了人死才會變鬼的，有多恩怨情仇啊，很多因果報應的東西都是牽涉這些東西其中，大家當故事看抽離一點都要生活的嘛，大家是啦，是啦，即是有位在 chat room 都讲，大家都要保重，大家保重，是啊，同埋我正如同阿米嗰讲，我都系对翻大家讲，乱世嘅嘢，大家揾翻大家生存嘅安心嘅方式去舒服咁去生活，一定要嘅，一定要嘅。你当我泼冷水讲句啦，都系嗰句啦，呢啲日子唔会短嘅。所以更加要找到安心的方式去生活，你不会想着明天一觉醒来突然间所谓回复之前是吧，是的，这么灵异，这个真是灵异了，那就很难玩了，是的，好，我们来到这里，这里我出波了，是的，希望大家多多继续多多支持啦，多多打电话上来啦，是的，其实我喜欢跟听众聊天多一点，是的，虽然今天的题目我都真的不讲不得的了，其实都是的，咦，这波这么慢的，哦，这轮是有些东西，啊，刚才都慢了，哎，都是，不过多谢月光，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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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咦，但是当我有的时候，是的，今天 Sherry 不在这里吗，是的，所以看不到而已， Sherry 很惨的啦，去旅行那里，不要再讲了，是的，你 last 又还要讲，好，下个礼拜见，拜拜。